接下来我们有一个请法仪式，2015年3月7日、3月8日，圣尊莲生活佛将传授大幻化网金刚大法，并且赐授阿达尔玛佛及大幻化网金刚灌顶。主办单位中观堂和台湾雷藏寺今天要隆重向圣尊请法。我们首先请中观堂莲月上师及代表上台。3月8日星期日下午1点，在台北中正纪念堂，中观堂恭请圣尊主持大幻化网金刚大法会，灌顶大幻化网金刚。这个殊胜的大法会千万不要错过，千载难逢的机缘。顶礼根本上师及坛城三宝。由于时间关系，只做一拜一起手，请法圣物。有事莲月金刚上师代表敬献法王冠、法王袍，代表众弟子永恒顶戴最尊贵的传承，一心请佛注视。法王冠。师敬献无相大幻化网金刚，秉承根本传承上师圣尊莲生活佛的嘱咐，莲妙上师创作大幻化网金刚泼彩艺术，意境完美的呈现了文武百尊及大幻化网金刚。是秉承根本上师的嘱咐，莲妙上师融合了宗教的神圣法义，以泼彩艺术将大幻化网金刚及文武百尊的意境完美的呈现，代表无相的大幻化网金刚。接下来由莲追法师敬献本初佛普贤王如来塔卡，供养礼敬大幻化网金刚的源头本初佛法身普贤王如来，莲秀法师敬献祖尊大幻化网金刚塔卡，顶礼感恩圣尊莲生活佛将无上密大幻化网金刚不共大法首传于台湾，利乐无量众生。接下来由艺术家王松冠老师敬献大幻化网立体曼陀罗，大幻化网曼陀罗被尊称为见即解脱坛城，中观堂特别于中正纪念堂广场用心起建高达17米的大幻化网金刚立体坛城，呈上最真诚的请法与供养。好，再一次顶礼根本上师。请中观堂代表回座。接着请台湾雷藏寺莲哲上师及代表上台。3月7日星期六下午2点，台湾雷藏寺恭请圣尊主持已未年阿达尔玛佛附魔大法会，传授大幻化网金刚灌顶阿达尔玛佛。顶礼根本上师及坛城三宝。由于时间关系，只做一拜一起手。由莲哲上师敬献黄金宝瓶，
这个宝瓶可以请师尊给大家做宝瓶灌顶。黄金宝瓶，连斋萨师敬献香金宝冠。黄金宝瓶，接着请连斋萨师敬献香金宝冠。这是法王冠，香金的宝冠，金光闪闪。莲藕上师敬献龙袍，上师敬献法王帽，这是尖形的法王帽。请回座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圣尊将在3月7号、3月8号传授大幻化网金刚，并作普贤王如来灌顶及大幻化网金刚灌顶，再也没有比普贤王如来更高的灌顶了。我们再次感恩师尊如此殊胜的法缘。请法仪式吉祥圆满。